们下去，你就可以往前了。我现在的镜头是现在过关的对 OK 过关的预备动动等一下哦我喊三二一的时候动哦来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大家在里面 OK 好大家在里面了三二一我的过关被飞走了拜拜拜拜拜拜小心安全开新闻哦对开心哦其实哦我跟你讲有时候在路上看别人玩是件很好玩的事对因为看他们那边甩来甩去就啊哈哈可是我其实觉得好像蛮好玩的这个其实很好玩真的很好玩而且这里的那个海又很透、嗯、对很美我觉得玩这个只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想说我要死命的抓住，不要下去，因为你一定会出去。但你如果硬要死命的抓住，反而手会受伤。你知道这个爱门顺着它这样出去吗？对，这爱门沙滩呢、啊，它的八合一是一整天让你玩到饱。哦，所以你可以从早上只要你能玩，就一直在这边玩玩玩玩这些设施，然后就要排队，就一直玩一直玩，玩到下午。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下午他那边有一个帐篷嘛，他就在那边给你 BBQ。哇，好棒哦！他会把这边呢，就是沙滩排球弄起来，所以晚上就 BBQ 完了之后，就可以来这边打打沙滩排球，就大家会这边打排球，然后就回来烤肉，然后放音乐，然后点一些灯。就很浪漫，对，它就是一个 set， 就是一个 set， 所以你一整天基本上就可以在这边。然后白天那天晚上，你看到所有人全部都是红色的，因为大家都从一天晒，对，晒一早晒了一整天，然后到了晚上就大家在那边烤肉，然后在那边打沙滩排球，所以那很棒，有点像我们去游乐园，就是一票玩到底，对对对对对，就不会有的只能玩一次你就意犹未尽，这边是可以让你一直玩玩到你开心为止，而且还不用自己处理那些有对对，他帮你准备好烤肉了。可以干杯，来，但你可以喝两杯，因为我刚说没关系，我可以分你，我喝不了，喝不了那么多，对，好好好有福同享，钱放口袋，放口袋，来咯来，要打，敬我们的胜利，耶、yeah! yeah! ，谢谢花花，谢谢花花选我，耶、yeah! yeah! ，谢谢鞋子，耶、yeah! ，谢谢辛苦了，鞋子加油，谢谢你好好的加油，我们享受。我帮你喝一杯，谢谢鞋子，敬你，敬鞋子，工作第一，工作第一，休闲放后面，你是真男人。他有很被宰羔羊的感觉，他就来了。哦，录影了，录影，他们在录影，他们在录影，不要吵他们。那他那个香蕉船坐最后一个鞋子有差别吗？鞋子哥都是一样，对，都差不多。他们现在联盟在讨论什么？哎呦，完了哎呦！鞋子应该会是第一个下去的。鞋子，我们敬你，敬你，敬你，敬你一杯。鞋子哥万岁！安妮，工作第一啊，加油！大哥最棒。哎呀，哎，不是，番茄也笑得很开心啊。你看他们现在在酸我们，对不对？对，他们现 在, 们现 在, 在当葡萄，对不对？待会出去下水的时候换我们酸他们了，哈哈哈哈。等下他们下水起来很狼狈的时候，我们再走过去跟他说，这才是来澎湖啊，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哇哇哇！来澎湖真的就是要玩这个耶。哎、欸，你有玩过吗？没有。玩了，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我很久以前玩，学生时期玩过。不会不会觉得可惜？哦，因为我怕水，很久了。可是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有穿救生衣啊，其实还好，蛮好玩的。但是碍于还有多深，如果有旁边有人救我，可以穿救生衣，你就浮在上面啊。还是会，如果我是没有要录工作录影的话，你就会。但逼不得已才会去玩啊。这一定要玩的，但确实在海边还是要小心，而且感觉因为小时候有一次被浪卷走。对。那你们还在这里？哎，我真的是。
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旁边啊，然后让海浪冲，然后冲一冲之后呢，小时候真的也不懂，我就跟我姐姐还有我表哥，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然后浪越来越高，我一开始觉得很好玩，然后突然来一个大的，我就不见了。那怎么办？后来？然后我是真的，我是在我那时候的感觉是我在海里面滚来滚去，然后在另外一个岛被发现了，突然有一幕很清晰，是只看到一个人的脚踝，看到一颗排球，好恐怖。就是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然后突然有一个很像定格画面，有一个脚踝，我就赶快伸手过去抓，然后抓到一个在潜水的，他把我带上来，然后那时候带上来之后，我已经在我原本在就是玩水的那边已经离很远，哎呦，海流很快，我如果没抓到那个脚踝，我就掰了。好险你有抓到，对啊，真的好险。所以在海边玩虽然很好玩，但还是小心，因为那个底下的暗流你真的不知道，对，完全不知道，被拉是拉好远。那、啊、目前还蛮好的。对啊，目前还没开始甩，还在让他们开心，还在习惯中。哦，来，因为你要加速。哦，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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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看到前面的车急转弯，他们就差不多了。哇！哦，好像要甩了。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们一定是要开过来这边急转，才会看得到掉下去。没有哎、欸。哎、欸，没有、欸，怎么就停了？还没，还没，还没。我就说吧，不好意思，全部一起掉了，好像舞台哦，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是错，这就是来澎湖要看的啦！快到我拍不到，还好我刚好拍到。哎、欸，他们刚放手，他们以为结束了。对，他们以为结束放手了。想说怎么这样？教练很贼，他慢下来，让大家以为结束了，手放开，然后突然一个加速。被甩下去还被那个，可是感觉那个水上摩托车也很好玩。我们上次来啊，好湿哦，他有一艘船出去叫三傻，你下次来可以去。他是找一个那个在台北的日本料理师傅，很年轻，在船上做日本料理给你吃，然后他会再帮你用一个很大的溜滑梯，不是那种小小的哦。是大的溜滑梯，你可以从船上就一直滑，哦、一直滑，看到那种一直滑，然后在这里哦，对，在这边，然后你上船了之后，他就开始给你吃沙西米，然后给你吃尼基里，然后在船上还给你吃很多海鲜这样，然后你一上船之后，他酒就让你一直喝，哦、太享受了，啤酒啊香槟他都帮你备好好的，很棒，欸、那个行程我觉得很好。可是他那个行程有月份的限制吗？有啊有啊有啊，就是他还是有，他是要凑人数还是你要凑人数？但是你如果你人数不够，你就是贵一点的呀，因为它就是一个船班多少钱嘛。哦。啊，它是采包船的，它不会就是不是混在一起，哦、不会混在一起，它就是你自己。如果你两个人，你够砍，你就两个人包，就两个人玩也可以。那它最多是几？大概几？好像是二十几个。那一趟出去多少钱？它一趟出去好像是我们那次出去是含餐，一个人是2500，那不贵哎、欸。对，2500一个人，然后我们总共是16个人。他们16个人啊？可是一个人2500。对啊，但对啊，但你要找到16个人，找16个人，就如果说人越少，对啊，2500，我们是16个人嘛，啊四个人就10000、嗯哦，那我们那次出去10万。